想在京都来一趟自行车之旅吗？想要安心又安全的在京都骑自行车？建议可以到京都市认证自行车出租店，英文也能通哦。或是利用其他共享单车的服务，别忘了戴上安全帽，让我们出发吧。骑自行车时，请行驶在车道左侧，遵守马路上的箭头指示，原则上禁止自行车骑上人行道。看到这个标志，则可在人行道上行驶，但需以行人优先。骑车时需放慢速度，骑在靠车道一侧。右侧通行或逆向行驶都是不可以的。酒后骑车，自行车双载，并排行驶，无车灯，无视灯号或暂时停车标志，还有戴耳机、撑伞。行驶时使用手机都是属于禁止行为。此外，自行车不可停在公用道路上，否则会被拖掉。取回自行车时需缴纳3500日元的拖掉保管费。请将自行车停在停车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市中心有部分地点设有禁止通行时段。上网搜寻京都自行车资讯，遵守交通规则和礼仪，享受京都观光。